今次咱们洪台和今年一首的红葱头烟地来压境，现在抗日洪台地上接近咱台湾，北门区的农民也做了洪台准备，除了进行加强固定，也来检查着排水系统，希望能保护农作物，会当来减少损失。根据中央气象署的预测，抗日洪台地上接近台湾，台南北门区的油盘过港葱头农民是非常欢乐，因为前一阵的洪台雨水不断。北门的油盘过港葱头延迟将近一个月栽种，此处又搁拄着洪台要来，农民是拢无奈，赶紧做好洪台准备。雨水吼，今年特别多啦吼，所以导致啦吼，阮遮的红葱头也好，洋香瓜也好啦吼，拢有特蛮特一个月的现象啦吼，啊尤其徛伫了这个地点吼，这个地区啦吼，以往啊这个时阵是应该是种了啦吼，啊毋过种当咧种尔。哦，啊，进阮大北门区的红葱头进种落的，哦，大概头伫个五成左右啦，所以阁有其他五成还袂种。啊，因为你风台来，你一来伊是发出来，毋过尾也是袂当有影咧，直直往啊雨若济嘛是歹，惊雨伤济啊，风伤济，伊个家伊个。伊迄搭剩了，伊站袂住，风遐强啊。顶悬阮拢有用迄落锁啊，搁牢固以外。来确定台风会进来了以后，阮顶悬阁会加铁枝啊，互伊上下拢保护啊。几乎罔讲，等于不要说阵风来，当规个当请起来安尼。因为锁啊一定无够力嘞，啊所以讲阮会阁加上铁枝啊，甲顶面阁压无掉安尼。为了保护农作物，农民是加强固定插铁啊防风，检查排水系统。不过面对一冬一收的红葱头，甲未拔种的油盘瓜，农民也唔知影后一步要安怎才好。因为山土的关系，阮已经拖足慢啦啦，啊，这批算大家几乎拢是最后一批要种的啦。啊，不过因为佫报风台要来啊，本来明仔载要种的瓜，即阵直接大家拢敲电话来咧，啊，要种啊，无爱种，要种落，可能迄个菜的全部拢卖，啊，无爱种的可能就坐，阮嘛无法度搭去。我不想要管定钱啊！这一批如果真的台风进来，就大家今年就没有什么卡米拉可以吃了，全部就都被吹光了。面对较多持续增加的风台，农民当会当做好风台准备，以减少农作物的损失，也希望会当平安度过这次的风台。记者什么的北门区采访报道。